我去我给准你。备止痛药，等等学长你帮他打啊。有有，我现在身上有个止痛药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好痛。小姐姐没事了，没事了啊。你赶快服用吧。小姐姐，我替你擦一擦，我替你擦擦汗。帮我，可以喂我吃吗？我现在不太行。可以可以，好，我喂你。好羡慕他声音可以这么大哦。你怎么边吃边吃东西啊？不是、啊，你怎么边擦边吃啊？你很饿吗？你太忙了吧，学妹。啊，我跟你汇报一下，他的这个腿已经好像没什么知觉，刚从三层楼高的地方摔下去啊。三层楼都要掉下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骨折吧。终于有机会拜见院长精湛的医术了，这一定要好好做笔记啊。哎，不用好好笔记啊。来吗？我等一下啊，我想知道我的脚是断了。啊，砍完了，没有断了，骨头裂掉而已。啊，帮你动个手术。啊，切开，然后打你一个类似石膏的东西啊，现在那个生物科技的固定，但很可怕、啊。哎，别担心啊，那个麻，你如果怕痛的话，这个麻醉吸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您抽啥名啊？你抽啥名了？这位病患，我叫林小蛙。会爬通的话，这个吸下去就好了。要我刚刚给他吸一管了。我要切开来，你们离我远点，我怕插到你们。好的，好的。学长，我不会吸大麻，有没有人可以教教我？学长，哎，什么事？打火机拿起来抽下去就行了。学长，我就问问啊，你们那文件夹是哪来的？你想象有个 F 三，然后物品里面就有文件夹了。是是。可是我用的就没反应呢。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身边就好像没有文件夹呢。你是不是碰到了恶灵啊？应该会有的啊。就是有什么奇怪，怎么大家都有我就没有呢？我想起一个。你可能干嘛？天资聪颖，不需要文件夹吧。还是你有相机可以拿来用一用啊？有些病患得先记一记他的毛病，像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刚烈的。有，我记住了、啊，他是点点点点嘛，有记下来。啊，你这个孤烈啊，没问题啊。所以你只能拿抹布而已嘛。祝福多了。差不多五个月啊，五个月就可以出院了。他五个星期要跟着，五个星期。所以学妹，你只能拿抹布出来，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开刀啊？马上就能。哎呀，你是拿刀捅我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是切你的脚啊！切我的脚，你可以帮我先把我打晕吗？帮你打晕没问题啊。
不小心笑出来，晕了晕了，打人了！晕了，好疼啊！晕屁的，闭只脚好疼啊，又不是你的疼。洗了头就不会疼了，你敢啥子啊？我都被打了。很好啊，我来砍刀来。吸的不够多呀，院长，他吸的不够多，麻醉哪个阿信啊？阿信、啊，娘，你不是顾客的吗？不胸腔科的呀、啊？报告院长，其实我看兽医，我是兽医啊。你是兽医、啊，够日的。可以啦，看人一样啦，我看过猩猩、猴子啊。我也治过星星啊，他娘起的，我还帮星星开脑了，狗日的！院长，他快不行了。哎呀，还行啊，他这个左脚小腿胫骨骨裂而已啊，没问题的。你看他吸了之后都不会痛啊，很舒服的。刚才惨叫成那个样子，我猜是不吸的不够多呢。不会啊，这个我给他特效药啊，这个吸一管等于500管，啊没有那么多，等于5管的量啊，特浓的，你别担心啊。好的好的。过量会不会对身体不好、啊？什么麻药这么厉害啊？这个啊，这个是我四川老家后面的田后面的山上种的啊，药草啊，已经流传了3000多年。呀，那院长您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您的药草就是能放在医院让我们拿吗？一点啊，好的好的，因为今天就有个刚烈的，都老是 AA 叫，不好好配合。呀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院长，谢院长，谢院长。哎，没问题啊。哎，那个谁呀、啊，我涛涛，你要不要来跟我拿点啊？这样你们到时候开手术比较方便啊。哎，院长在问你啊，涛涛。啊，怎么了？你要不要给那个病患的妈药啊？好，我妈药很多。啊、你妈药很多是不是啊？那信点信点，没关系啊。他开好了，他这个骨裂不用多久啊。没事，我抽，然后你吸哈。你把气呼到他身上。好。有没有好一点，小姐？哎，他没意思，那就对了。我再帮他多吹一点。哎，这套哥，您怎么就这样自己吹起来了？吴涛哥，怎么了？你得对着他的嘴吹啊！您这样子离这么远，可能是感受不太到呢。的啊、好，子斌，你说的对啊。您离得近点儿才有效。啊，好嘞，缝好嘞，缝好嘞，快好嘞。不是啊，他开刀就是很妙啊，不觉得吗？医院就是有这种人啊。不行啊，院长，我叫妈吹，我自己变得怪怪的。要不要躺一下、哎啊？你也想被吹了是吗？您也想被吹了。你到时候洗救就不怕了。你想被吹的话，我就硬进来呀、啊。他这回吹了，啊，帮我老乡吸的是速效的，牛逼！我觉得好漂亮，我就是不喜欢他。我就帮您看看田英杰学姐在不在啊？搞定了。
你看啊，这个脚的那个伤口就缝合好了，它主要这个胫骨的位置。不是，院长，怪怪的，我就需要躺一下。田英晶学啊，姐，田英晶学姐你在去吗？躺一下。我在，怎么的？这那个。医院这边，我们的那个吴哥，他刚刚吹的太多，已经快不行了，他现在很想被吹。浩浩说他想要催一点。那我现在马上过去等讲什么？我哦。好的好的。不用，没关系，学姐不用麻烦在医院里你，面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这么客气啊，大家有都人是医吗？护嘛，自个人的。哎，有啊有啊，你好了不？我的脚好了吗？哎，好嘞，但你小心你那个左脚啊，不要太出力啊，你不要拿椎间跑跳碰。我不然把你一个碰下去，你的那个骨裂就变成骨值折，班那长，就帮我跟更学姐严说，重我了。没事了，我去执勤了。你休给我息一躺下，好我啊！待会就可以出院我没了。事，我没事，你给我躺我状好况啊！很好。我院哎，长，吴我真涛的哥，没事你这啊。样不行，你走路这样摇摇晃晃的，铁定是很阿想星，被你吹，跳被一下，吹阿几下星，就你没事跳一了。下。这个什么小蛙是不是啊？小蛙，你这个你就等个大概。5个星期就能出院，纸币啊！我说我就这个没有躺没一有，下就好我了。待会就可以，给我支拐涛杖，我哥，待会你就忍忍，你忍忍啊！消停点了，待5个星期啊！我立刻帮你请来我们全医护最会吹的啊！是吗？啊，没问题啊，你等会那个来催就行了啊，真的会催呀，没你别关系担啊，院心，长，真的不用催了。别啊，担心啊。院长，我有个问题，顺便问你，一个哎，绷你带说，是多少钱啊？如果卖人的话。我觉得800到1000吧一个，哦，好，我今天被你的老乡坑了，他一说一个100块啊。够人家你一个100买它，我操你傻不，个逼呀、啊，你傻逼是不是啊？听我解释院啊。长，院长。他隔壁还有个叫喜德的啊，他们两个联合就说都100发生什么啊。事了？学姐，学姐，我们怎在么了？等怎么田了？英晶学姐来呢，来干嘛？来帮吴涛哥吹哎呀、啊！呀，他要吴帮涛涛，哥，他他吹什现么？在很你想要被一下。吹，他在哪里？他还在路上呢。他刚才说他马上就到。啊好，嗯，还要吹什么？吴涛哥，我他知刚刚道啊，帮这帮位他小吹姐一下姐就吹行。呀吹呀，他也自己很想吹，被吹了。那只能麻烦阴茎了。不啊，学姐，其实你也可以啊。哇塞！我吗？哎，不太适合啊。怎么会？阿花的专业不是哦，这个编啊，辑你不呀。要逼阿花，你跟你们跟群不好傻意思，逼。不好意思。哎，阿花，你去刺青啊？哎，对你也啊，不你要，有发现呢？我看不到要了，逼阴你的茎大了，腿好看呀，学吗？姐。让我看看，哎，狗日的，好容易飞到寸上。你这我的啥子专业啊？是电疗啊，这花看不出来吗？花，你的裙子皱到了，能再短一点不？没有更短的啦，院长。啊是咩？我阿星对啊，啊，你这个哎，牛在皮干啊，我嘛？干嘛？操！干嘛？干嘛？干做嘛？女的，看你盯着我干花，嘛？阿星学长，您讲不行啊！不是我在看花，最还近在吗？我学姐，在，我真的没等事，你学姐，啊，在等你赖啊，在快等点你来啊！啊，天院长，星学姐。我觉得我可以走了。阿信的，阿啊，不信的，要信用的。跑的，不要哎，跳他出啊！院，哎，这个医药费是3000好院的，长好级的，的，好我的。砍一下，等会啊，我检查一下。在路上捏了。垃圾吗？学您姐，快来呀、啊！他快慢不慢行开了，啊，他快学不姐，行你慢了。慢开就可以。我现在已经飙180哎，更正啊，你的骨头骨裂是4500元，是4500元骨裂，4500元。了。1500我元，帮你擦涛一涛，你下为什汗么呐，学想要被弟。吹啊？学弟，你的汗好多啊，你没事吧？还是学弟你帮他吹好了。这个不是我拿手，我看啊，动物的哎，走错路了，走错路了。院长，学我姐，是你新来的，这床不能乱躺呀。
没有，那床有魔法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靠近就会上去啊。来的也是有底线。你小心啊！我这到时候姐夫看到了该如何是好？床真的床不能乱指，乱指会被带上去啊。对啊，不能指床，很可怕。现在变得好麻烦。学姐，学姐你来了，大棒棒！哇，大棒棒！那里。你就我记得你了，你小啊，要钱。4500啊，记得啊，5000要来医院还啊。干嘛？你要我帮你诉一下是不是？不然我先欠你好了，我先欠。没有，学姐，我跟你说啦，我记住你了，你下次有钱的时候就来医院还钱。这个是新住民还是垃圾？好的。进来的呀，垃圾不长脚的。怎么样？啊，你就学姐不能一来啊。他叫小蛙。不要一来啊！小心你的脚。啊，不是。学姐不对，怎么？你不是要我帮你诉吗？啊，店长怎么了？我赶着过来诉，然后嘞，他好像有中毒呗，就这一些啊，你把它吸出来好了。哦，难怪我怎么觉得咸咸的，原来是中毒了。哎，死弟，你把它排一个毒啊！啊，姐姐跟他收钱嘞。学姐你好厉害。好啦，我帮他吸出来了啦，啊，就有点苦苦的呢。那你最近吃什么？怎么就是咸咸又苦苦的？每天都有吃 B 群啊。最近可能身体不太好哦，那个味道有点腥。对，最近常加班啊，没事了。哎，学姐你学姐你是不是也晕啦？学姐学姐你是不是中毒啦？学姐不是，那个学姐你也不行了是不是？学姐你躺好，你躺好。刚刚有一点太重了，我刚刚有点承受不住啦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您躺好，您躺着，那我再找个厉害的来帮你吹一吹。找院长吗？谢谢学姐，我没事了。院长，我要去执勤了。胸腔科的啊，不会吹啊。那这样留个联络，学姐该怎么办呢？每次我打院长，人家要跟你要电话，院长。我知道啊，我有听到啊，胖扁料啊，这里太吵了。你没刷进？没有啊，他那个。最近那个吃的东西可能太重咸了，我刚刚有点承受不住啦。偷听院长的电话。啊你先穿红色的。那你直接，跟我拿就好了，89439啊，铁森索伦伯格院长，啊，大部分人都叫我院长就行了，89439。哎，你加了之后发个简讯给我，我才知道你的电话、啊。记得打你是谁啊？你们两个人同时加电话的，啊，看到了。谢院长，我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不应该可能会跟那个新的东西，政府会用新的系统啊，然后啊，这两天会上吗？应该是哦，了解。对啊，我差不多弄好了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来兼差的。好啊，哎，没问题。对啊，你就可以早上来兼差，晚上就当医务、啊、这样。有机会可以兼差啊？啊，你也想兼差吗？你要不要也一起来兼差？这个我去啊。是什么样的工作呀？好。就是陪别人聊天，认识新朋友啊，这样子。啊，您上次跟我说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麻烦你了。那怎么赚钱啊？聊天的时候跟他拿。对呀、啊，你有办法就是跟聊天就可以拿钱。我不要听了，我不要去听了。阿星，你也做一段时间了，我帮你升主治医师啊。啊，谢院长。阿星。啊，组织意思，然后那一个二花，还有那个，还有哪个谁呀、啊？啊，那个，哎，感谢院长。英晶啊，那个常常值班的，要把你们升成主任了。谢谢院长。现在的员工调动就先这样子嘞。啊，好的，就先这样子。
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，发大财。但是英晶学姐，英晶学姐，怎么了？怎么的？这兼差的事就麻烦你了啊。好，我到时候两天，到时候一起去啊。试营运的时候，我就会通知你们啦。啊，你们可以先去试试看啊，不喜欢的话就可以再跟我讲啊，不强迫。好的好的，就聊聊天喝喝酒就行了嘛。对呀、啊，聊聊天喝喝酒，然后交朋友啊，然后陪那些人出去玩这样子啊，很轻松啊，没什么压力。这样啊这样啊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、嗯、谢谢你啊。没有，要游戏内听得多才可以演啊，我游戏外音听得多没有办法演啊。赚钱的还是要靠自己啦，就是有什么办法能够赚很多啊，就是看自己有什么就是独门绝技咯，子逼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的，我在老母鸡国也是学了挺多呢，只不过那吹的技术还是没有田学姐厉害啊。我这个我从8岁就开始做了，做到现在18岁也是做了10年了啦，这个要日积月累的。好的好的，我改天再跟田学姐讨教讨教啊。好的好的，我就不收你学费啦。哎呀学姐你人真好。哇，钱变好多啊！来研究蟑螂。结果看了一下院长开刀，真的觉得不是同一个等级的，他太强了，真的太会了。是哪天要去找个解剖的啊，有的没的，来揣摩一下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怎么演啊？应该要去问那种，哇，你的脚开始缝合啊，然后消毒啊，有的没的。我觉得我比较真的比较适合当超商的啦，毕竟做了7、8年了。那这个医院很恐怖吧？对吧、啊？我不能露出来。超多蟑螂。好啊，你要去吗？当胖哥哥哦。我想去紫金。啊，紫碧嘞，紫碧。我也想去瞧瞧呢，见见世面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要坐谁的车？啊，你要不要坐？你坐阿花岛了。你坐阿花。一走就很沮丧，有没有？超好笑。哇，不怕死欸，骑那么快。来哦，里面请哦，里面请哦。还有里面请，哎、欸，对耶，公主抱也可以帮病人这样扛进里面呢，哎、欸，不错。我也不是清流啊，我也很黑啊，啊，只是一直被坑啊。那种比我还凶的那个斗不过的，我就懒得跟他们讲了。对吧？人都是怕更凶的人，不像朵朵那一种。朵朵那一种就是超级融入，你凶他，他可以比你更凶那种。这回精力要够多。停车一小时60，没有吧？我通常看这个指挥棒都是那种洗车才会在外面挥，跟
跟那个哪一个，就是然后大楼地下室出入口啊，或是那种客运要出门才会有人在那边回。不知道，真的，如果你叫我做服务业推销东西，我 OK； 你叫我推销医疗东西，我也 OK。可是叫我看病，我真的还要练练。怎么载个客人？不是载客人、啊，对不起，载个病人载这么远呢、啊？病人不是，等一下哦，85，不知道载不载得到、欸？哎，刚刚不知道去哪里。明天早上再来擦玻璃看动物吧。嗯，那就到12点了。夜市周围停车场也有，我们淡水夜市就比较特别啊，我们淡水夜市没有什么停车场，就找地方插这样子。很久没有聊一下，那不是小五的声音吗？哦，有人去讲秘密咯，刚按完是不是？有人在搜寻啊，看一下哦，简讯。大小，干什么？哇，我觉得这有点屌欸，就是我只是在挥个指挥棒就听到他们在聊天内容。好啦，我们就是去整理整理东西，交接给晚班了。反正我只是上班关心一下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可以可以。我真的要找一下有没有类似铺床的动作欸，来找一下哈。没有铺床动作啊，最像就这个啦，有没有？不是啊，这个是这个。欸，怎么会是这个？我以为是，欸，好棒棒，好棒棒，好棒棒。希望你在洗床吗？对啊，清洁一下。欸，你刚刚不是去带病人吗？哦，因为我怕香水的味道，我闻到会晕车，会晕啊，会头晕。真假的，可是那个阴茎学姐身上味道很浓欸，所以我才带着啊、那个、你要不要也去买一个啊？好啊，他那个泰国香水太夸张了啦。不行，我上次被他捏过，我也快受不了了。他为什么会捏你？我被骗的啊，就是有个叫钢铁人的跟阿公的说花个1500可以帮我舒服一下，结果就被骗了，还上了鬼岛日报、你知道吗？不舒服啊，上了鬼你偷笑对不对？换一下报纸，
你可以看，放下报纸，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我才就职第二天就上《鬼岛日报》了，我好难过。好，我放一下报纸。嗨，找人吗？哎，啊，没事啊，无聊闲逛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有没有健康检查一下？哎，那你不是今天早上那个吗？是啊。怎么还在掰卡？还没好啊，被车撞到没有那么好的啦，那么快好的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哎，自己以后要小心一点啊。没有啊，院长撞我没办法避开啊。啊，是这样的，绷在一个一样的老样子吧，100块。我问到了是800块哦，我竟然还被院长打。没有啦，你想太多了。不行不行，八百。你不晓得那个玛丽安叫有打折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说1000到800啦，啊，打折后应该是800啦。你做好是这样子，你少骗我。哎呀，想坑我的钱。哎呀，这个新人学弟有听到啦。欸，你奶奶的！你早上你就卖100给我，你那是因为我不懂，我刚问过院长啦。怎么你不懂？你根本就分明就是想削我的钱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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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学弟你有听到吧？你是喜德吗？啊，我喜德啊，怎么啦？哪位啊？你怎么了？你不认识我？啊，什么？我不认识你啊，你谁啊？我喜德啊。你上次还卖我面包哎，欸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怎么？我真的不认识你，啊。你是不是新来的，啊？我操！为什么每个人都对我说这种奇怪的话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是不是有一个阿公？哎，对啊，你咋知道我老爸？柳氏三院要去吗？选我去了。好，你去，你去。院长，我去。啊，好的。说一说人就好了。哦，你很勤劳哎，新来的。有个阿公，对啊，我有个老爸。应该的。早上那个就是我老爸。啊，对了，你是那个行李专业的吗？啊，就是卖了你们100倍，啊，院长揍了2拳啊！啊，不会啊，我操！你跟他说是喜德买的就好了呗。昨天比较多啊，昨天我有讲啊，昨天比较多人有心理上的。真的啊，不是骗你的，我骗你干什么呢？